有。吓、啊，讲清楚啲，呢、這个要扣分一阵，个记为此记忆评分嘅时候，我会因为咁而扣一粒星，因为佢冇讲清楚，啊，好白痴啲友，过嚟啊！怼冧佢，观音兵上啊！做得好啊，观音兵，好人都系主意嚟噶。你玩完啊！死阴间，哦，我啲盟友已经死晒，劲废都好嘅、啊。呢啲人，呢啲全部都系垃圾流罗。呢度呢个城入边，所有人都该死。哦、又系啲女间谍，古古惑惑。呢个呢个。臭婆娘，又讲粗口稿啊！我要为你讲呢句粗口付出代价。你以为讲粗口唔使俾人惩罚啊？啊 ！Get the dude out of here！ 嗌到鬼杀咁嘈，收档啦！呢个刺客将会成为英女王啊！佢怼冧晒呢度所有女人。跟住全英國得翻一個女人，跟住講咩喬治幾世一定要娶佢。對住空氣喺度耶耶耶！邊鬼道啊？唔知你蝦乜鬼？八雞盲呢個死女包，呀、yeah ！我邊鬼道啊？咁多追擊手，好白痴！我咁樣射，咁好機會唔射，落到嚟呢度先射，即係聰明，即係聰明嘅呢啲女人。好顺利，目前为止呢个做呢个任都未有啲咩大问题，收档啦！望乜鬼啊，死肥猪！要七七八八噶啦，都清咗唔少卒噶啦。其实有时啲执行任务呢个世界嗰个地方咧，好奇怪。最親愛的艾瑪，不知有冇收到我上一封信？泰倫斯啊，報平安。你咧講話奇怪，呢、這個地方咧又有黑社會，又有啲英兵，跟住又有呢啲平民咧喺度掃地，你會唔會覺得好奇怪？即係呢個究竟咩地方咧？即係如果呢個係機密地方，就正常咧就唔會有，就唔會有嚇、啊、有平民。如果佢係間諜地方，亦都唔應該有英兵。系嘛，所以有时你会觉得奇怪啫。你可以解释话佢哋系即系勾结咗，即系勾结乱党嘅，即系呢啲系内奸、阴奸嚟嘅。咁但系市民你又讲唔通啦，究竟点解会喺度咧？会有啲市民，你就唔知点解咯，系嘛？又喺度勾引我啲盟友啊，死女包！点解敌人嘅啲女间谍全部都着啲贵服装啊，笠头笠帽，唔系着啲姣婆女间谍，唔系啊色诱人。嗱，你睇有一个士兵，唔知点解会喺度，怼佢，威柴要本大爷出马，本姑娘出马。再见啊！拜。
我都殺得幾勁，講真，好似殺得咁順。好，又攞啊！有咩垃圾攞啊？萬般呢度攞嘅嘢喺第二個，即係翻去嗰陣時舊少少個時代用唔用到？翻去趙薇嘅時代用唔用到呢啲嗰啲咩攞嗰啲寶箱？乜鬼嘢啊？好，熄你燈。我有時覺得呢啲燈熄完都冇咩大作用，你覺唔覺咧？又唔係大停電。哇！我盟友幾廢啊，豆腐一樣咁死，打我！幹拖啦，死八公，冇雙手冇力嘅，仲喺度吱吱吉吉啊！好偷埋，搞掂啦嘛！系嘛？应该完成任务啦，轻松又过一轻舟已过万重山，太易玩，好蠢，盲嘅都知道我想点啊，系嘛？又食嗰个 Helix 错误。如果你行街见到，真实世界你有呢啲错误，你会唔会食吓？一擒嚟擒去咁样。如果真实世界你见到有呢啲错误嘅话，你代表呢个世界就系你而家喺 Matrix 入边之旅。有冇人喺现实世界度食过 Helix 错误啊？吓，又你唔系好中意包拗颈又答有评价。今次要扣分，因为唔知噏乜，即系明明话系释放盟友两个，啱啱明明释放我，哎又嚟啦，啱啱明明释放我两个啊，跟住其实系每四个系两 pair。我哋全数嘅努力化为泡影，系现实时代嘅2306。嗰年嘅时候咧，太阳放出咗佢嘅露焰，冲向我哋一时辉煌嘅伟大文明。我改善了康萨斯的研究，将它变成自己的成果。我抢救了艾塔的杰出意识，将它加入你们的反叛基因里面。我将艾塔送去未知的未来，不断地轮回转世轮回。我回到大神殿，退去我的肉体，堕入这个灰白之境，是固执的麦列雅和朱比特发现了我，又将我封印。我一路埋到而家，一路等紧你哋科技进步到可以等我回归嗰一日。而呢个长久嘅等待已经就嚟要结束啦。即系呢个神婆仙姑咧，就即系嗰个世界咧，唔知咩俾太阳轰炸，咩太阳嘅怒焰冲向佢哋。咁啊，于是乎咧就唔知揾咗咩啊？唔知咩嘅意識，唔知係咁逼人哋輪迴定點樣啊？將啲改造人哋咩？有啲人反叛，佢有啲 friend 係好反叛，將佢嘅基因咧加落去人類度，所以人類又好反叛啊！跟住之類啦，跟住點知個仙姑啊，後來俾人發現咗佢咁做啊，俾人封印咁樣咯，類似係咁樣。喂，冇得懟佢啊！我正想講話本姑娘冇盟友。冇得射，唔知点解呢个 game 有啲人系唔准对佢作出任何伤害，嚟丘吉尔，好似丘吉尔系咪俾射？我唔记得，丘吉尔系俾射，但系就唔死，嗰啲士兵又唔俾你打嘅，好似系咁做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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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呢个地方就系清空噶啦，啲人。你进入了追捕间谍嘅区域。
Take care of this. Take care of this. 佢搞掂佢啦。喂，去边啊？咁慢啊喂！自己揾马车骑啊嘛，见到我骑马车，我呢只马咁乖，唔系正常会黐线喺度打嘅咩？喂，佢做咩唔搭啊？佢见到士兵咬底啊！喂，你点做我条僆噶？过去啦！好，要我喺度督攻佢先肯打，片佢一刀又俾人搏棍搏死，劲废！呢官阴兵啊，垃圾！英兵已经废嘅啦，见住我用呢啲飞索弹上去都无动于衷，呢啲傻仔士兵正蠢材。哇！俾盏灯照到啊，即刻射你！咩追击手嘛？佢话咩？如果俾灯照到就会有追击手。盏灯明明照中我又唔射，你唔系好劲嘅咩？追击手过嚟啊！过嚟啦！啲玩完啊！哇！黐线啲追击手，死八公啊！一戒断你个颈！识呢啲发电机，应该识到追击手啲灯啊嘛？啊，系咪识咗啊？咁就搞掂啦！终于在这些情况下才有用，其余根本不会有用，熄完灯都好像没有，都周街都是光橙橙、啊、又被哪些契弟啊？啊，过来啊，这么喜欢发现我，来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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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仲包包啦，抵啊，劲，好醒目，即刻用啲计策，打死丘吉尔啊！喺呢度啊，佢都系乱挡啊，点解你唔打丘吉尔啊？喺度攞警棍，你个变态佬，电死呢班鸡弟啊！公平咩？丘吉尔就喺呢度鬼鬼祟祟，又唔见你怀疑，又唔见你班友怀疑。好，你相信啊？某位间谍啊，而家喺附近咧办事啊，佢喺度咧将血液嘅啊嗰啲样本啊放喺古怪小方块，交俾一个身份不明嘅人啊，或者你可以喺其中嘅一次非法聚会嗰度咧揾到佢哋，祝你好运啊！找出护士，找出共犯，将护士嘅位置置咩位置体置于太平间。喂，怼冧丘吉尔啦！你唔系坏人间谍咩？呢啲友见到第二就系打佢，怼丘吉尔啊！癫狗过去斩啦！你见唔到人咩？冲埋斩斩斩斩死丘吉尔好啊！白痴。佢呢个人智力有问题，丘吉尔唔好走啊！丘吉尔，低能仔，有总统斩斩我！狗姜啊，对住呢个卫士啊，废柴！丘吉尔喺后边又射，完全唔合理，人哋好潇洒咁走俾我。唔正常咯！如果佢系一个间谍，佢见到丘吉尔即刻冲埋搏死佢啦！佢系咁想即系英国玩完嘅话，问题就系唔系咯？你嗰个发现到有个问题，点解我都唔知？点解佢对丘吉尔视若无睹？吓、啊，丘吉尔证明咗一样嘢，我发现咗惊天大阴谋，丘吉尔就系应间一路喺度做紧大龙。同喺点我做呢样嘢，有啲咩间谍？其实我一路杀紧系英国嘅忠良，吓、啊，
因为点解嗰个人唔杀呢？咁肯定系识丘吉尔啊，认到佢啊，咁先有可能。我已经发现咗呢个 game 嘅真正嗰个剧情系点啊？杀死护士，杀死共犯，将护士嘅尸体置于太平间。总之就见人就杀啦，基本上呢个任务就好简单嘅啫，即系讲到咁复杂，把这里的人全部宰了，咁就搞掂啦，唔使解释咁多，杀光这里所有人渣。望咩啊？望。边个啊？边个八婆啊？过嚟啊！吉死你啊！好，识你大剂，识完唔知有咩影响，完全唔觉得有任何影响，唔觉得入边熄晒灯。呢个就是校破护士啊！任战护士识有英军，好，呢个假护士收档啦！我绳之以法将呢啲坏蛋。嗰个扮护士扮白衣天使，其实系一个丧心病狂嘅吓，识有英兵嘅战俘已经俾我怼冧。好，啲唔睇啦，做紧任务得鬼闲睇，讲真。嗡嗡嗡。玩完啦你！咁多屎，诸事八卦底啊！又杀一个英奸，仲有一件啊！全党死清光，拜！啲市民都系痴痴地线，见到我杀人啊，冇。唔会，见到我准备鬼鬼祟祟过嘅时候，佢唔会过嚟。哇，你小心后面啊，士兵！大摇大摆 ，intruder！ 啲傻仔，你啊好蠢，过嚟啊，过嚟啊！玩完啦！喂，呢度开始就守卫心，呢一个其实是一个医疗站之类嗰啲啊，咁上下，咁呢、這个呢、這个假护士啊入去鬼混定点样啊？令到英國的士兵士氣萎靡低下，所以丘吉爾派我嚟懟冧佢。呢個一個唔係唔正經的護士，假護士。咁我點解又擺佢落去咩咩太平間啊？咩意思？既然佢嘅間諜，我擺喺度有咩著數啊？即係唔想引起混亂啊！呢個係一個死咗嘅護士，大家唔使理啊。乌咩乌？我怀疑你系搞一间谍护士喎，吓系咪啊？扮晒嘢，同人勾三搭四，死啊你去！冇滥杀平民，此刻并冇滥杀平民，我的确冇。抵啊！
咁多时追出嚟啊，本身都想留你活口啊。呀，搞掂，又成功啊！攞咩收割者腰带，丘吉尔俾呢条腰带我，呢、這个俾四粒星啊！丘吉尔俾啲腰带我仲问，我又仙姑同你讲嘢啦，仙姑想讲咩啊？我哋唔需要变成敌人嘅，我希望咧可以建造同你转换你哋目前嘅年代，蜕变为你哋目前无法理解嘅大时代啊！阿咩讲一句咁嘅，即系佢话想令到我哋世界进步咁上下咁啊，系嘛？好，白清白一次世界大战嘅英国啦，跟住点啊？点样而家？吓、啊？点样继续落去啊？各位有咩用？而家咁样系点样啊？即系唔拖唔水，即系我点样继续帮丘吉尔定点样？吓、啊？而家我需要做啲咩？记得食 Helix 错误，有啲人话。咁而家系点样？即系呢个时代冇嘢玩啊，唔系应该有啲嘢讲下，或者点有个故事？吓、啊，完晒做到 100%， 翻古代仲有任？呢度有任咩？仲有边度有任啊？呢、這个系赚钱任嚟嘅啫。我呢个间谍大师呢、這个就最后啦。我想知道做完呢个有冇系咪即刻强行踢你出呢个世界？仲有冇得食 Helix 错误啊？定系而家要食？否则你以后一世都冇机会食。不过我接咗个任先嘢，接咗个任先讲啦。即系你接咗个任，佢唔会正常咁，唔会即刻遣返你翻去古代啊。我哋可以先接咗任再讲，大家再商量，系咪好聪明呢？我系好聪明嘅人，我好知道游戏嘅世界点样发展落去。啊 ！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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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食屎啦，英兵！呀、yeah! ！Go go go go！ 点行点过，撞死你班友！Go go！ 拱我上嚟啊！玩完啦你，女人都打唔赢我啊，做士兵。哇，劲多人真系黐孖筋，癫佬啊，成扎癫狗。我狗抢屎，见到我一个靓女，你睇下几十条友都射我唔中，真系废到抽筋，全部食得屎，唔知点样打得棍呢啲友，咁样都射唔中嘅话，就真系可以去跳楼啦。作为一个士兵，一个射唔中先算啦，或者你一枪射唔中，你射几枪点都中啦啩？系、哎、啊，呢、這个。智力错误，而家食定点啊？啊，有冇人有咩方法？而家都已经廿几分，吓、啊？点食啊？喂，有冇人谂到啊？垂直落体啊？定系点样搞？有冇人？吓、啊？而家食，咁点食先得噶？啊？咩阿妈出嚟睇蜘蛛侠？有啲人话又再挑战，咁而家食点食先？唔系啦，我好想食啊！问题系要点食啊，大佬啊！黐线啊！把片都睇咗，食唔到片就系咁样放手咯，放多次啊！
准备打死我就会说抵啊，抵死啊，八婆。吓、啊？点食啊，大佬啊！跳紧嗰时推左控杆，一路推一路用绳滑过去途中放手。寻日都系试过呢啲 N 嘅方法。我睇片就系人哋咁样放手就食到，我唔知点解。放手放开所有，跳远啲，大力啲，跳下低有草堆。条片啲鬼佬都讲唔一定得，咁即系点啊？要系咁打十次先有机会啊！黐线嘅，咁射落去，射落去嘅时候又放手又唔系一定得。你知每次打死咧，你过去又要遇到嗰班契弟嗰扎阴间嘅奇奇近噶？点解？你寻日话点解你跳啦咁？咁多嘢讲就系、是、因为 你死咗之后好鬼烦啊！你知咩？你估咁样行过嚟好过瘾啊？你知唔知啊？嗰啲有嗰只白痴打靶仔喺度对住你射一下射唔中，虽然话射唔中你，但系你都会觉得好麻烦咯、啊。你行过去都衰事，你估擒过去好过瘾啊？啊，擒过去都嘥好多时间啊，爬一条斜坡。矮攣咁攣上去，你估好过瘾咩？运功又好嚟啊！再次挑战，好嚟啦！你噶知唔知点解我咁犹豫啊？知道我犹豫不决原因未？唔系唔试，系试啊！好痛苦啊！全 game 最难玩的人，我觉得识呢个 healing 错误。唉，吓、啊，跌紧嗰时揿 L 二，吓、啊、L 二有咩用啊？吓、啊，跌紧嗰时揿 L 二有咩用啊？吓、啊，咁瞄准啊，吓、啊。俾啲耐性試多幾次，有啲人話睇你行上嚟好過癮，黐線，嘥時間，大佬咩話拉布？極鬼難食，黐線！啲人話咩鬼佬得10% 食到，咩對啱位就得噶啦，低能。感觉上好似永远都唔会对得啱啊！我嘅感觉系咁，你点睇？有冇量角器啊，大佬？而且嗰个位置佢系喺桥中间嗰度，佢系要知点样用个向，使唔使一路放手一路拱前啊？系咪先？